是我们的南投分局半山我们的派出所景友站哈，我们的站长，我们的曾站长曾英勇、曾英昌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一样来致赠我们的南花哈，谢谢你，感谢你。那么呢，一样继续再来感谢，这是我们的酒吧三兄弟的店长哦，来一样呢来致赠我们的花篮南花，感谢你，谢谢。那么一样来感谢，这是我们的酒上工程行，来由我们的林中心，我们的林董哦，一样来致赠我们的南花，谢谢你，感谢。一样再来呢，继续来感谢，这是我们的国际节人会世界总会，我们的傅忠雄总会长来致赠我们的纪念品。那么一样哦，是有请我们的范明忠理监事，对不对？监事长，监事长啊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的监事长来代表哈，来感谢你，欢迎，谢谢。来致赠我们的纪念品，来一样拍照留念，所有的好朋友来一个掌声鼓励吧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监事长范明忠，谢谢你。然后那么呢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哈，所有的致赠礼品的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来看得出来，我们张会长哈，真的是人缘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来了非常不少的亲友团，一样就是由我们张会长来带领的杰出乐团来到我们现场，要来安排非常多首的优美的演奏曲。那现在呢，一样要来邀请我们的小麦老师，非常专业的演奏哈，萨克斯风老师小麦。那一样呢，要来安排这一首歌曲，大家一定听节奏，前奏一下，大家都非常明了这首歌曲了。那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，有没有掌声？掌声已经这么多了，老师靠你了，来，音乐请下。老师您音乐不下，我们两个人要站在台上尴尬很久。音乐再不出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，来，那么一样哦，我们现在所有的与会贵宾呢，现在都在呢享用我们的丰盛美食哦。人家说呢，尽用那个价，我们也当那价那好呀哦。所以呢，丰盛美食，大家慢慢的来品尝。舞台上呢，优美的乐曲，我们继续再来分享哦。老师 ，OK 的。再不出来，就是你看我，我看你了。
我们所有现场好朋友，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歌名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恭喜答对，送你礼物。你要他还是我？哦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来，那么呢，一样，我们老师还有一首歌曲哦。刚刚那首《故乡哪样》，相信我们所有好朋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。那一样的呢，小赖老师很厉害哈、哦，来选歌选的对，就会有非常多的掌声，因为呢大家都听无。来，那么呢，让我们现在呢，让我们的小赖老师继续再来安排我们的第二首演奏曲，分享给我们所有现场好朋友。抓的比较紧啊、哦，好，来，让人一下。
看，现在舞台上呢，我们要来邀请的这一位呢，听我们会长说，参加过无数的歌唱比赛，都是呢杰出的哈，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位。这一位呢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郑雅芳。哎，听说歌声非常的棒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来安排这一首歌曲《苏阳的歌》送给大家。
时哈、哦，那么呢，一样我们继续吗？哦，老师讲，手指条割了，拿熬亏啊，想要再来一条嘛。来，那么呢，我们就继续再来安排这一首歌曲，来安排这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哈、哦。老师，音乐请下喽。Thank you.
心来安排这首《堆堆堆》来分享给我们所有现场好朋友。那当然呢，今天由我们的张习渊会长所带领的杰出乐团呢，我们里面呢也是非常多的精英哦，杰出人员。那现在呢，要来安排我们这一位小张老师，来一样呢，三个时空的演奏呈现给我们所有现场好朋友。哎，老师，音乐请下喽。
了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小张老师安排的这一首韩国歌曲《谢谢你》。那一样呢，现在呢，我们舞台上要来邀请的这一个团体呢，是目前啊真的非常夯的一个团体，很厉害哦，他们叫五朵花。来来来，这也是由我们的张其渊会长啊的夫人，我们的夫人也在五朵花的其中一朵啊。来，那一样呢，真的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会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女人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会长夫人。哎，陪着我们的会长一样哦，一路上呢学习，一路上的来做公益，真的很厉害，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。来，给我们的会长夫人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哦，很厉害很厉害。所以呢，现在呢由我们的五朵花要来安排的这一首呢，是我们的主曲哦。来来来，让他们来准备一下。这个演出已经有非常多的经验了哈。那当然，今天为了要来庆贺、祝贺我们张会长呢，来荣任我们32届哈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他的夫人呢，就率领了他们团里面最优秀、最美的五朵花来到现场，一样呢要来安排的这一首歌曲。好，音乐目前音乐有一点点的问题，请大家稍待片刻。
很厉害，我们只有准备一首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因为呢，我们这五朵花呢要去上课，他们呢，对，要上课，所以呢，他们每一个人那个学生都百来位，五朵花要是继续在这里安口，他的百来位的学生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啊，不然安口的话，那个待会请张习渊哦，那个我们的会长再来安排一首，这样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来哦，这个这五朵花推出来，大家都是很惊艳，很多安口，但是今天哦，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安排一首。呵呵好，来，那么呢，一样，我们后面呢，一样要来安排的这一位老师呢，也是非常厉害哈、哦，这是我们的嘉豪老师，来，一样呢，要来安排新收的演奏曲，分享给我们所有现场好朋友。天真活泼又美丽，送给大家。
老师来安排这一首《幸福在这里》。全体会友呢，要来致赠匾额，来恭喜贺喜。
席我们32届的会长张其渊张会长，所有的好朋友掌声响起。荣耀三二再唱节的人有没有？有人要跟我一起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一张，好不好？然后比个赞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小心小心。
里呢，我们要跟好朋友哈、哦、来插播一下。来，我们所有现场好朋友，有没有人的那个，把你们的手伸出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把你们的手伸出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人掉金戒指？有没有人掉了金戒指的？有的话呢，来到我们嘉华女会长这里来领取。好、哦，直接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应该是女用的戒指啊，所以我们好朋友麻烦一下哈、哦，将你们的手伸出来看一下，看看你们的金戒指还是有缺的，直接找嘉华女会长。喂喂，我啦，开玩笑。好，来，那么呢，要我们舞台上继续再来安排演奏曲。
改一下哈，改一下。哎，对，编号不对。好，改一下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来，他们呢一样哦，厉害的老师就是这样，现场马上改歌，来安排一首阿布的秀送给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
好亲的演奏曲，感谢我们的龙哥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继续再来安排，由我们的世宽老师要来安排这一首《流浪的金赛姑娘》来送给大家喽。那么呢，在这里哈、哦，再一次的贴心提醒我们是好朋友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在这里呢关心我们所有好朋友哦。那一样哦，再安排我们的老师来帮我们做个圆满的 ending， 耶、yeah！
们所有的与会贵宾，今天的大驾光临哦。那呢，一样哦，现在呢，那个老师还有吗？许亮亮啊，许亮亮啊，来，那么呢，我们士官老师哈、哦，来继续再来安排分享，你曾经。节人响宴呢，圆满的来成功，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。